可恶赵桃，害妇人躺马路险被碾。工头，你知道秦晚工厂前有车祸吗？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是一个妇人骑车要去市区，经过我们工厂门口，被人家开车从后面撞到，人车都撞上变电箱，妇人当场飞出去。哎，那撞人的有下来帮忙吗？没有啊，还加速逃逸。这么可恶，那妇人不就很危险？对啊，他倒在路中间，差点被其他车子碾过，幸好有人发现替他挡车报警。结果呢，人有没有怎样？送医后人是清醒了，但是他没看到是被什么车撞。哎，我们这边没路灯，监视器科林马拍不清楚。对啊，妇人真倒霉，撞人的那个真可恶。见得耐笑，先把伤口盖起来。